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但是可能他们只是一个配角，只有一个镜头，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就拿这对母女来说吧，这女孩肯定是妈妈一辈子的主角，可是十几年后，在女孩的电影里面，妈妈的角色还有多重要呢？在我这儿储存了很多被别人剪掉的片段，我把它们都收起来，因为有时候他们会剪错的，等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我就会把片段送还给他们。而这次我要送还片段的地方就是这里。时间已经到了，场景已经到了，摄影棚也亮了，大门打开了，服装已选定了，房门也拉开了，节奏也配合了，两手准备了，拍过去从前，拍爱恨交缠，种种恩怨悲欢离合起唱歌，不过一瞬，唱不过永远，留在天上人间。现在有多近，回忆有多远，回忆有多久，现在有多久，现在没有爱，回忆往哪里宣言。什么爱情故事可以填饱，如果爱情故事是来之不易，谁让爱情故事像黑板的纸，刷过去从前，刷爱恨交缠，刷种种恩怨悲欢，你何时唱歌，不过一瞬，唱不过永远，什么天上人间。尾板，尾板，
导演行吗？真到了吗？先放饭吧。放饭。兄弟们，我觉得那三个主角之间的爱情太牵强。怎么会牵强？他佐证人他的本事，还哭了好几次，有没有哭？有，哭了吗？感动哎，感动哎，我听到。小雨应该不是真的爱张扬，张扬回来找小雨，也不是因为爱他。班主跟小雨也谈不上什么爱情。哎呀，这就不是爱情片了。小雨必须要爱张扬，张扬爱小雨，小雨爱班主，班主也爱小雨。好了，这就是爱情片。问题是我答应人家给一部爱情片给人家吗？你不是要拍一部爱情片给我？爱情片有什么好拍的？爱情片好不？爱情片好不好拍没关系啊。问题是女人喜欢看爱情片嘛？观众喜欢看爱情片，爱情片好不好看？好看吗？对，你看。我上身不可以有床戏，我喺边度？佢要选上海机场翻嘅酒店，一阵开记者招待会。哎，等一下记者会之前，你一定要给我支票，不给的话我不下车的。好，再见。翻咗几耐？15分钟。咁少喎？你琴晚又打俾我啦？你都乱噏嘢啊！又话唔原谅我啊？系咩？你吃安眠药即刻瞓啦，唔好喺度 hea 啦。你次次 hea 下 hea 下就喺度发癫，冇 hea 都唔知接嚟做乜，钱又唔系多，又推晒香港啲 job。一开完几招咧，我就撇噶啦，我抌低喺呢度啊！你唔好慢慢打俾我。你个女主角啊，你拍拍下，唔好 dab 人糖啊！呢个女人好犀利噶，诶，不过佢都唔会沟你噶啦，你冇利用价值，佢专沟导演噶。出什么回忆录啊？我们不是说好出写真的吗？孙小姐，你的奋斗史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示范的作用。他们要是有我小时候那么苦的话，自然就会努力的，不用我做示范。对对，他们像我那写什么写啊？都说了不出回忆录。孙小姐，时间到了。过去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不再想回到过去，明白吗？但是没有回忆录，万一有一天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不会太可惜吗？不记得更好。那么爱情呢？爱情没有过。冇乜問題，但我想改少少嘢啦。嗱，呢個字唔好用啦，大家唔舒服嘛，你明噶啦。嗱，呢條直情刪咗佢，唔使啦，咁啊。最後講嗰張資料先啦。唔係咧，嗱，最後一條咧，有乜理由用 past tense 啦？唔使啦，我改咗少個零就得啦。唔係，嗱，因為 past tense 咧都未發生，係咪應該用 present tense？ 唔係，即係 present tense 咧，係大家個 past 舒服啊，舒服。听说这次是有了资金才有故事概念的，是香港的投资人要你拍歌舞片，要你用香港的演员的，那你是否要转型去当一个按市场需求而创作的导演？你是怎样看待工匠导演和这位小姐呢？我拍电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拍好电影。
不管是哪里的资金，哪里的演员，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过程。孙子，这是你第一次跟林建东合作，请问你最喜欢的哪部电影？我不认识他，也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其实我很少看香港电影。你没有床上戏吗？还在看电脑吃醋吗？孙娜，你跟好莱坞的片子谈好了没有？还在谈。那你跳舞用不用替身？如果你们的问题再没有建设性的话，我想我的发问部分就到此为止。回国内拍戏，那么这次是什么打动了你呢？片酬高，导演好，女主角给我漂亮。讲得好，讲得非常的好。我想呢，会有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来呈现给大家的。那么下面咱们请导演来对这一部戏的故事情节做一个阐述。这是一部三角恋的故事。孙娜饰演小雨，他失去了回忆，忘记了旧情，流落街头，后来遇上了马戏班班主，收留了他，为他编了一个美丽的回忆。先生您好。你好。快点，小雨。却在这个时候遇见了他的旧情人张扬。是你声音，是你的背影，你用陌生的眼神让我沉默。难道是你故意试探我的心？错的也许是回忆，你不是你，你是谁？你是谁？忘了爱过我，心为你醉心。为你碎，为你执迷不悔，爱曾经存在，或者只是我的感觉。怎么你会忍心把我忘记？你是谁？你是谁？那样看着我，在前世里还是梦里似曾相识的你，爱在你眼中是我不明。真的忘记，忘了我是谁？我不是认识你吗？你看，镜头多爱他。可你是谁？孙娜，你这次有压力了。你眼神很不集中，为什么那么不稳定啊？是你拍我拍腻了。戏才刚刚开拍嘛，
把它当成热身好。像我们以前一样，每次我剪完片，你总会带给我们惊喜。那我下部电影是不是要请你到美国去当剪接啊？先把英语学好，合约谈实了再说吧。别忘了，后天顾总那边的产品发布会，他已经答应投资我下一部电影。我又要读剧本，又要练眼神，哪有时间理会你那些老板？俊东的眼神太露了，狠了点，要把他修一修。后天，你顺道跟顾总提一下，等我们这部歌舞片上映的时候，宣传费值得多加一点。什么都要我讲，我要是去了美国，谁来帮你说？叶导，晚上好。孙小姐。哎，刚刚张琪的经纪人打电话来，他说他看过本子，但是觉得马戏班班主那个角色是个第二男主角，所以没多大兴趣。过两天他会回心转意的。问题人家已经在谈第二个剧本了，还快签约了。我的戏他会演，他不演我来演，又不是没演过。他是演了导演的戏才红的。这个是商业社会，你有多大的恩人，要用一生来回报的。老板，请上。你的地方洗个澡吗？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对不起，拿走了你的一箱方便面，老孙。沈小姐，好久不见了。你好，你是？你忘了那个时候你在三里屯歌舞团表演，我还去捧过场。哎，你们歌舞团领班小宋啊，还是我老乡啊。你记错了，我从来没有去过什么三里屯，你认错人了。浅萍啊，你可是第一个当上副导演的，下部戏你可就是导演了。我怎么越听越像骂人呢？阿东，你长那么帅，让浅萍捧你做明星吧。对啊。来，就让我们为以后的天皇导演干杯。来，越来越像骂人了。差一点就认不出你了。你也常来这里啊？啊，不，我们有个同学给人找了去当副导演，大家来这里庆祝一下。你是学电影的？对。拍电影是不是很好玩？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就叫我老孙吧，我姓孙，可是我的朋友都叫我齐天大圣。那你来北京是？唱歌啊，乡下唱歌谁听啊？你呢？想当演员啊？想当导演。嗨，香港人，我还欠你泡面呢，我们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尴尬，很尴尬哦。他笑怪我阿莫快呀，他笑怪我阿莫快呀。你不认得人，也应该认得这首歌吧？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休息一下，我很累。那时候的你真可爱。我没见过，没见过。做男人爽快一点。开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到啊？对不起，那十年前我见到了，难道是鬼？是鬼，你以前见过的从来没存在过。
是鬼是人，你知道他令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他根本没爱过我，那我就傻了十年。停车！孙小姐。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啊，刚回来就去找你了。我下个礼拜回香港。毕业了？没有，我决定退学，不读了。你不当导演了？没天分就是没天分，骗不到人家。你怎么知道你没天分呢？你讲话一定要这么大声吗？我的意思说，你又没有拍过几个电影，你怎么会知道自己没有天分呢？退学了吗？你还看什么书啊？我回学校还书，交退学信。嗨！可不是你，永远打不死的。我也会死的，只是你看不见。做人太容易就不好玩了。我连下一年的学费都拍片用光了。你没地方住啊？住我那儿啊。我现在行了，这回我照顾你，还是你欠我比较好。歌舞团解散了。解散？对啊，有多难？说不定有一天你在街上碰见我，我已经当明星了。你想当明星啊？歌厅全坐满了，才100多个人，那光一个电影院就能坐好几百个人。做明星当然要比做歌星好了。哎，快进来，快快快，小心头。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啊，我这儿有很多货，反正就是挣钱嘛。你没事也可以帮我收拾收拾，就当房租吧。其实读电影美术也是拍电影啊，不过我倒是觉得挺可惜的。我还想，如果有一天你当了导演，你还可以把我捧红了。开玩笑的。不过如果你想当明星，我觉得你应该行的。真的吗？不是打不死的吗？也对哦，为你这一句。好，就为我这一句。
怀念的世界很精彩。张扬在马戏班重遇小雨，发现小雨竟然失了忆，而且班主为了把小雨留在身边，编了一个美丽的回忆给他。他曾经有一个爱情故事，少年时情浓时，少来也甜蜜。小雨，你以前叫小雨，我们是青梅竹马。他们曾是一对青梅竹马，男的换女的爱，好令人动心。然后你就早已失了回忆，开头是难忘，结局是忘记。我不要听，我现在很快乐。失去的都会将叹气，记不记得也是夫妻，男的拥有美丽回忆，那女的幸福再不懂叹息。老孙，你快乐吗？可不可以教教我，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活得这么快乐？记不记得我以前常常这样从后面抱着你？他曾经有一个香港故事，看不懂的谎言才是心的理，我的你爱情结束于这时，又何必不知你红蓝的事。我曾经有一个爱情故事，我开始怀疑它是否真实。哥，哥，好了，收工，明天再拍。那个班主的演员现在还没定，明天拍什么？班主的角色我来演。啊，这个。导演，你的酸辣面。谢了。你还记得你的第一部片就是在这里拍的吗？那时候你每天都来吃我的酸辣面，你每次都吃得很急。对啊，从前拍戏呢，肚子总是很饿的，怎么现在都不饿了呢？你说要赶时间把戏拍完，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好导演。
我还是个好导演吗？梦里有梦都不要醒，从今以后再没有怀疑，要一句话心里的话你一直都爱着我。就这样吧，不要回答，因为你是爱我的。也许你是爱我的。我越来越喜欢王来演这个角色。下午我找了张继，跟他谈了很久，他总算是肯给我面子，答应我推了另外一部戏来演班主这个角色。你当导演已经很累了，不要再当了。你怎么了？你嫌我不够红？有了张继，欧美的市场就可以收回差不多一两百万美金，你干嘛还要当演员呢？张继叫你的。是你叫我的。要不是我捧红你，你会对我那么好吗？我拍的戏不好看，你们还会对我那么好吗？聂文，够！我不是你儿子。聂文，聂文，你不是说那时候我已经是聂文了？好啊，后天你来啊。It's big war out there.
there。 那你这个片子会在美国上吗？会啊，当然会啊。那个老外制片还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说要跟我结婚。结婚？他50多岁了，我真嫁给他？我以为他也是跟我开开玩笑吧，逗逗我，因为他知道我想去美国。你想去美国？拍电影当然要去美国啊，好莱坞啊，在这儿拍戏谁看啊？他还跟我说我个子小，在这儿矮人一头不算什么。要是到了美国，矮人三个头，那就不得了了。我要是有了美国护照，去香港看你，不是更方便吗？It is a big world out there。Your hands are cold. Don't worry. It's all in here. Yeah, they are cold. Tell you what, why don't you come back to my place? It's a little warmer in there.I know money. I hadn't even thought about money. Okay.不要看着我走，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留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出去寻找我的未来。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难挨，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机会来得很快，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我们什么地方都不去了，不回来。你不去美国，我离开，我也不回香港，永远都不再回来。导演呢？他们不在，是我叫你来的。你叫我来干嘛？请你以后不要再缠着我。那好，你跟我回去一趟北京，我就不再缠你。回北京干嘛？回去你就明白。需要明白的我十年前就明白了，现在是你不明白。像你一样啊，当不了导演可以读美术，读不了美术可以当演员，现在红了不是很好吗？你都往前走了，你不要把我再往回拉嘛。我想带你回去见以前的老孙。我就是以前的老孙。你不是以前的老孙。以前的老孙爱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我们真结婚吧。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十年，我每天梦里都会看到这个画面。在这里我看不到现在，我要但我一张开眼睛它就消失。我的未来，从此我就好害怕睡着。下定了决心改变日子真害怕在梦里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害怕在梦里每次都要伤心一次，每次都要失去你一次。你能明白吗？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转不
让人们就该妒忌。爱蒙了心，爱瞎了眼，不顾一切，只许你爱我，去告诉他，面对面说，说你爱我，不是他。收工。有些男人对待对不起他们的女人方法是狠一点，可这并不代表他们要报复，相反，这是爱的表现。班主就是这样的男人，所以最后班主还是打了小雨一巴掌，这样释放了他，也释放了自己。要知道，恨一个人要比他恨的人更痛苦。所以与其说班主打小雨是为了恨他，倒不如说他不想自己恨他。打完了这巴掌，他们俩就扯平了。什么时候改的剧本？为什么不告诉我？今天早上。怎么了？喜欢我的改动吗？我喜欢。你什么时候才说你不喜欢？什么时候才老实告诉我？聂文，你已经完蛋了。基本讨论完毕。什么时候讨论我们的事儿？我说讨论完毕。你们俩什么时候正式结婚？爱情。
快点快点。是个早逝的人。我这趟去俄罗斯啊，要到年底才回来，千万别结婚太快。你要去俄罗斯拍戏啊？是啊。他就是你那个张副导演的同学吗？不是，他就是。本就邋遢，还有什么可怕？算不上一刹那，天堂地狱一家。也赶紧发枪，发枪，好好来。行李在里面，你先进去。到这就咔嚓了。北京后一直攒的钱，应该够你买机票回香港的。老董，记着，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自己。说回来，我想大概要三个多月吧。拍戏的事儿很难说，也许多耽搁一个月也说不定。那就等你回来再说吧。你不回香港？
你不会是还在等他吧？我这趟出外景，他也会一块儿来。他说他要做演员，我就帮他安排了个角色。他真的跟着你们进导演？他跟我。是真的吗？这部戏停拍是不是真的？监制说他只走几天而已，那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那这戏还拍不拍？现在不知道拍导演自己放假了，戏没拍完。他什么时候回来啊？这可是我第一次拍电影。什么时候？对吧？导演不在，我们超支多少了？每等一天要多花多少钱？流动基金还剩多少？哎。有咩劣迹啊，大哥？我们回北京吧。Thank you.
有很多房地产公司都想买下这个地方，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保留了下来。每次回来都会录下我当时的心情。我以为一年后我会好一点，但我还不是一样。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慢？1996年11月，两年了，两年了，终于回来。你可不可以回来一次啊？只要回来一次就好。我答应你，我不会留你的。你可以走，好不好？1997年12月，我觉得我好了。今年回来，没有那么难受。看着这张床。是有一些记忆，但没有那么疼。我坐下，笑了一下，忘记你，原来不太难。1998年10月3日，你是不是死了？你是不是死了？为什么不回来？你太慕虚荣。我不要再见到你，你去死吧！我恨你，我恨你！1999年12月31日，我也当了演员了。真的，你不要笑我。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合作一部戏。2001年12月6日，你还好吗？外面下着很大的雪。叶导演，你的钥匙。醒了，我真的很想看见你现在的样子。我
用了10年的时间去等这一刻。昨天晚上你还用力地紧抱着我，你一定以为我就是你的一切。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天真呢？你忘了吗？你说过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自己。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最失败的是什么？就是我竟然爱上一个我鄙视的人，结果连我自己都鄙视我自己。你令我一辈子鄙视我自己。昨天晚上什么都是假的，但是那些录音带是真的，我会一直保留着他们，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再那样说话了。李先生回上海吗？两张机票，另一位呢？听你狠狠的哭，让我走我的路。你现在了解我多苦，你可要永远记住，爱你不是错误，恨你不是觉悟。我不要回忆，谁在乎？我们把一切结束。假如不是幸福，我比你清楚。我要你掉着眼泪说，你假如能回到最初，我却说不。我们不要进去了。还有一场戏要我们去演，
靠你越近，离你越远，心放得深，却总是无言，有意无意，有情无情，我以为你明白我。你恨我吧，你爱我吗，你走不开是为谁挣扎，谎言真话我都收下，只要你是爱我的，快乐与痛难舍难分，你迷了我，我乱了你，梦里有梦都不要紧，从今以后再没有怀疑，要一句话，心里的话你一直都爱着我。就这样吧，不要回答，因为你是爱我的。也许你是爱我的。聂文，还以为以后不会再听到你这样叫我了呢。那时候，你需要个导演，我需要个伴儿。以为替你拍过第一部片，我们的关系就会结束了。没想到跟你拍完一部又一部，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大家都要多了。这几天我一直在修改剧本，明天就剩最后一场戏了。我们好好把它演完。戏演完了，你也不再是小雨了。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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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单身车，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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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的回答，隐隐交叠，情节纠缠，一回曲折不还眼，演了越演了越美丽的结局，越不愿越难言命运的宠物，我当过去跟你不相遇，忘掉吧忘掉吧当初的选择，放掉吧放掉吧有强多挣扎，忘了就这样忘不了，一杯曲折明要走死心塌地，留下这个爱情故事回头太难，忘了吧，陷阱不忘了吧，没有选择，欠你的角色就站在这个位置，悬崖上吸一口气，我不是你的自由，白云青天向我招手，我愿为你接受这命运。放手吧，让我成为你的回忆。孙娜，找到了爱情故事，一生中也无法彻底忘记，我终于拥有了美丽回忆，飘过来当过去，永不
好，大家辛苦了，我们杀青。导演，你饿了？是很饿。导演，在想什么？下一部戏？在我没当导演之前，我很想拍一部简简单单的爱情故事。不知怎么了，没有拍，把故事也忘记了。忘记了，可今天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故事发生在青岛，一对年轻的男女，镜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慢慢的推进，慢慢的推下去，看到他们两个，后面是一片蓝天白云，他们就坐在绿绿的草地上，就是青岛。是青岛。有没有咖啡？来碗酸辣面。戏演完了吗？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闭上眼睛久久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
生。忘记背景，你忘了吗？我说过帮你出的。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闭上眼睛久久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昨天晚上一位老朋友给我讲了个故事，很感人。故事发生在青岛，到后面他都忘了。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那个故事我记得，在回忆里是他一直想拍那么明白困惑的心。不是发生在一个晴朗的夏天，就算结束了依然有一片绿绿的草原，如果这草原的尽头有一个烟雾，他每次都会把地方弄错。那个地方是青海。如果能，青岛是没有烟雾的。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如果有一天一定要拍这个故事，是悲哀，一定要在青海。夜深人静时想从夏天开始拍到冬天结束，是否能平静地面对现在。当我问自己什么是爱，如果这就是爱，在转瞬间还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不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就算结束了依然存在。如果这就是爱，因为这就是爱。